蔡英文一个礼拜内两度南下台中，全力浮选林静怡，就连要去高雄造势前都心系中了选区。等一下去高雄，但是我不放心中部，尤其是林静怡，所以我的飞机就停在这里来看看大家。就是因为要赢，所以我礼拜四来杀戮，今天又来了，但是有可能会再来。林静怡一定要当选，好不好？ 选前黄金周，林静怡在严家本命区杀戮区静怡夜市举办造势晚会，现场涌入3000多名支持者。蔡英文喊出改变要从中二选区开始。我们中二选区的乡亲，让全台湾都看到，改变台湾从这里开始。我们选择终结家族政治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我们选择林静怡终结派系。 蔡英文化身最强助选员，力挺林静怡，要三任黑金家族继续走对的路。林静怡更是火力全开。我对手的家族，民主你一定也做过，议员嘛，甲大家在做，立委嘛做过。问题是讲做到尾啊，你也无较好个啊。 2024总统立委大选，台中摇摆州堪称大选胜负指标，中二地区更是拉锯。从蔡英文接二连三南下台中站台，不难看出选情有多紧绷。接下来，蔡德林世新台中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静好新闻。